三日结识南投代理馆长陈志清等人，做来进行这办机械以及动土典礼，经由半山派出所新听社的工程，在这一年外时间的过程会使真顺利。开工平安！抢救每年的十二月完工，啊，希望讲半山这边咱的完工吼，咱加起一间这么好的一个办公的环境无哩吼。希望大家为咱南投这边的治安更加打拼了。谢谢我们的立法委员林明真先生为我们这一块土地的争取，感谢我们县政府帮我们编排预算，还有感谢我们议员对我们的预算的支持能够顺利通过，还感谢市政。半山派出所新听社用地，搁伫个半山里活动中心对面，大约有766坪，工程费3600多万。原本依照都市计划是公有油田用地，后来在地委林明进的争取之下，顺利取得土地来动工。恁有钱啊？恁才有钱对不？啊，恁要去买要起嘞，油证买块油纸哦，恁拢爱共买啊？恁这是一个公司啊，恁袂使保养啊。我讲啊，这块地是咱县政府，啊，县政府都无钱哪买土地，啊，这是国产局的，啊，你啊吼变作吼机关用地，咱县政府的诶，咱甲国产局啊办保养管，一角银拢免开。咱半山所这个听下，也当早起建好啊，会当讲对整个咱工业区倒过也好吼，啊，治安方面绝对会更加好，啊，尤其咧，咱的警察人员这来顺，这个士气啊，啊极。会特别更加好。官府表示，半山派出所旧厅舍是使用超过30年，除了设备老旧以外，因为多处地动受到损害，因此新的厅舍一旦若完成，会使改善警员工作的环境，为民众做更加好的服务。记者林明星采访报道。